艺术家范江国华以抽象画展现气势蓬勃的气势，把艺术中的意象抽离，单纯用情绪来展现，带给大家可以从客观的事物中抽离的鼓舞。艺术家范江国华的抽象画作品《怅然》以大量的红色作为基底，随意挥洒心中的情绪，作为作品中的色块跟线条，用心体会线条色块在人类心理引起的反应，从客观的事物中抽离。这个红色，当然，因为哈，它是一个内心很强烈的感觉。当我们要强烈表现那个内心的感觉的时候，不外乎用一些很强烈的颜色。这个很强烈的颜色是红色，但是纯粹用红色，你会觉得就不那么强烈了。你要加入很多一些黑色啊，或者说黄色啊，或线条，来使那个红色更强烈的迸发出来。在这个图画里面，当它完成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要取名什么，跟我心里那时候的对应呢，是一种叫做怅然。画面中气势磅礴的氛围，将大量的色块线条加入在画面当中。那些清晰可见的线条形状结合并用，以及是错觉般的空间效果。时方新闻郭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